迁海豚和军政。于是节度赴，使李行素完成不出，南诏为之四日，或请夜出兵袭蛮，陈训议所不听。天平皮将因募勇而三百，夜坠烧蛮屯，斩首五百。南诏恐，明日解而去。陈训谬言大破贼，告于朝，群臣皆贺。加检校尚书右仆射及子弟因逆冒赏而事不及，怨言涣流。岭南东道节度使为骤白壮宰相，陈训残遗疾，受右五位大将军分司东都。咸通中南诏复道边，武宁兵七百戍贵州，六岁不得待。列校许吉、赵可立因众怒杀都江，一监军使盖梁凯北还，不许。吉善府库，结战械，推粮料判官庞勋为长，乐众上道。一宗遣中人张进司部送，赵本道观察使崔彦曾未安之。赐潭州监军，鬼夺骑兵，勋未必诛。窜周巡江下，一头兵招王命，收银刀。王促曹逆之，及徐臣谋曰：“吾等寇臣大呼，众必应。前日赏民五十万，可得也。”众喜。牙见赵武等欲亡，勋斩首送彦岑，曰：“此摇乱者，彦岑不能结。”勋愿都押牙引刊，教练使度张兵马使徐行检，又使白彦曾曰：“是负罪，不敢是假，请为二屯，且白退刊等。”府署温庭浩谓彦曾曰：“勋善伪术，一可杀专枪大将，二可杀司制兵，三可杀是不子弟及父兄，正妹而唱，内外必应，银刀亡命，父在其中，四可杀，请分两营，携去三江，五可杀。”彦岑未然，乃骂到黄堂前，选兵三千，受都于后援密屯任山，须勋至节取之，遣罗子营伏参。 PG 2039贼笔目。勋至，捕参者知其谋，即巧偶人，自须至而归。路袭伏离密酒乃误，回屯城南。勋与宿将乔翔战虽和，翔大败，设太守焦禄遁去。勋入巨州，自称兵马留后。初，陆绝汴水，绝勋北道，水未至，勋渡，比密兵攻宿。水大至，设而复城，不克攻。勋解百艘运粮驱四周，留复若池。邹翌日，密绝追之，是未时。贼伏兵于州而阵汴上，军舰密皆走，密追灭，伏发加攻之，密败，众歼，遂入徐州，求彦岑及官署，杀尹堪等。又训下邳、涟水、宿迁、临淮、齐、洪诸县，皆下遣伪将屯柳子、屯丰、屯腾、屯沛、屯萧、以张其军。乃漏张求节度使，有周仲者、尹豪、四坚、号有谋。勋迎为上客，问策所出，因教勋设囚徒，据扬州，北收兖运，西举汴、宋，东略清、齐，拓进大河，食敖仓，可以持久。勋无雄才，不纳。伪将刘行及攻濠州，直刺史卢望回，
自称刺史。帝遣中人康道引宣慰徐州，勋交营，其楷毛几更三十里，使其名皮角，身动山谷，至九球球场，引道引阅其众，待为贼。来将六十人，望路平民，上首级夸胜。道引骸，故求节度。及残于台、荆襄、义山，担负十余县，斩官吏，出京薄募兵，游民多从之。帝乃拜陈训检校尚书右仆射，议陈军节度使，徐四行营都招讨使，以神武大将军王彦权为武宁军节度使，北面行营招讨使，与林将军戴可师为南面行营招讨使，律卫伯、陆延、义武、凤翔、沙陀、土浑兵二十万讨之。勋好轨道，有延汉高祖庙夜阅兵，人马流汗，勋日往请命。屋檐球场有引龙，得知可战胜，勋大意图凿的，不能得。贼将李元、刘吉公嗣、欧宗、丁从十分迅疏，卢、寿、仪、海诸道兵屯海州，渡贼至，坐机桥，为以偿还，贼半渡，还绝，半逆，死，渡者不得战，歼之。贼别取河州，破牧羊、下蔡、乌江。PG 2040。潮诸县、扬州大孔、明溪渡江。淮南节度使令胡桃遗书陈祸福，许祝求节度，勋按甲听命。淮南何宣论兵数都梁山，勋夜渡淮，恶属堡垒，贼将刘行立、王弘立与勋合，拜淮南将李湘屯淮口，结须夷。帝又召将军宋威与淮南并立。陈训屯新兴，贼挑战，十诸道兵未及，陈训帐下才万人，退避宋州。勋一交光，蔡据贼陷滁州，杀刺史高希望应勋。待可师引兵三万夺淮口，为勋都梁山下，将其众。可师是胜部借弘历以兵袭之，可师不克阵而溃，是逆淮死，义者数百人。贼取可师首传徐州，赵以马氏举为淮南节度使，南面行营诸军都统，持船入扬州。氏举曰：“臣奸事多，贼何能为？”众稍安。使帝以彦权故至兴子，节度武宁，欲以布贼，即是反为贼困，不敢战，乃更以陇州刺史曹翔为沿海节度，北面都统招讨使。屯腾沛魏博将薛由屯萧封贼首孟静文欲绝勋自立，因克见为文曰：“天口云云，希尔将军夜议之也，跟者得之以献，众害意，乃斋三日受之。”勋知其谋，使人袭杀之。于是陈训屯柳子右，加变筑垒，连属一舍。勋及陈中兵止三千，结名受甲，皆穿枯穴遁去。王弘立杜虽为星星陆唐陈训纵沙陀其令之，弘立走，是赴水死，自陆唐属相城浮尸五十里，戍守二万，获弃铠不资。陈训攻柳子、瑶州渡水战，又败。陈封火贼周提于促去，沙陀聂之及方亭死者，整集斩刘封，
而周以食其走宿州，守将斩之。勋惧，乃害崔彦岑等，谓其下曰：“上不许我节度，与诸君争反矣。”大所兵得三万。许吉、赵可立劝勋称：“天策将军，勋业汉高祖。”妙受命，以其父举职为大司马，守徐州。或曰：“方大事，不可思于父，失上下序。”举之乃拜于庭，勋作受之，引兵就封。克木作妇人，依将被发，军过灼而火之，乃行。勋夜入城。PG 2041。外不知，勋出锐军及元屯，为伯君之勋自将，今而溃。贼已所得送徐州以夸下。曹翔退保兖州。勋欲乘胜攻陈逊，或曰：“今北兵败，西军摇，不足于也。”方残月，移袭众力农，至丘士马强，绝可以取胜。举之曰：“时不重的，愿将军无纵敌。”勋曰：“然。”时陈逊方攻临涣，闻勋计，追还兵帐以待。勋军皆是人，骁而狂，为阵急奔，相倒及死者四万。勋士甲复构如托，收遗横氏三千以归，遣张行石屯地城。马氏举救四州，贼解去，进攻贼濠州。是时，又召前中官查使秦匡谋讨贼，下昭义、钟离、定远。勋遣吴炯屯北京元濠，是举锐兵渡淮，尽遂其营。初，勋之顿聚众不均，望眼有神。呼野中曰：“天福下，国兵休。”勋使下相与，福未降，故败北京。帝恨魏伯君不慎，以宋威为西北面招讨使，率兵三万屯萧。封曰勋，将者当射之。使素鄙人刘弘者，备黄袍白马，使人封袭寇观察府曰：“我当王徐崔彦岑斩之，以挡逆山谷。”欲复勋，陈逊欲降之。王师破临涣，斩万级，收襄城。刘武、小睢诸弊。曹翔下腾，贼将以骑配将，贼李直奔入徐州。翔又破封徐城，下邳贼亦促。勋以张玄忍守宿州，张如、刘瑾助之，自称统军，列壁相望。陈逊拔地城，张行时奔宿州，陈逊遂为宿州。行时教勋：“官军精锐于此，西比虚丹，将军直捣宋伯，出不意，速为自解。”勋喜，引而西，使举直，许吉守徐。陈逊功败，时欲皆胜，遣便是以威动玄忍。玄忍贼众将也，以帛书射城外曰：“诸勋自归，使张高献旗。”而与二将会柳溪服侍于旁。玄忍持其呼曰：“庞勋守以萧仆射寨矣。”福星斩刘瑾、张如。玄忍绿珠将肉坦见陈逊，自陈献贼不早愤，久报王师，愿擒贼殊死。陈逊许之，复请诈为溃军劫扶犁。扶犁不知，内知矣。 PG 2042。 入即斩守将，
的兵万人北攻徐州，许吉等不敢出，玄忍还陈。燕曾故立陆沈中起白门内玄忍兵，许吉等起北门走，玄忍深追之，势大崩，皆覆水死，斩举直，许吉、李直等收叛卒，亲族悉疑之。勋闻许已拔，气丧，无故赖，众上二万，自石山而西，所在焚掠。陈逊西兵八万逐北，沙陀将朱耶赤中急追至宋州，勋焚南城，为刺史郑处冲所破，江南屈薄，陈逊兵循患而东，贼走祁县，官兵断桥，不及计，陈逊乃纵急之，斩首万级，余皆溺死。月三日，得勋师，斩妻子于京师。吴炯守濠州，梁敬时人屈女如运心赛黄，并田之整履而行，马氏举斩以献勋之，使得徐州资处荡然，乃四出飘取，男子十五以上皆执兵，书租勾为兵号，或追破十余州，凡二岁灭。赵卓张玄忍右骁卫大将军，陈逊迁检校左仆射，统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喜结河东。于是宰相陆延为保恒和陈逊讨贼斗挠，贪虏获，不时上宫，贬蜀王父，分司东都，再贬恩州司马。西宗立受左牵牛卫大将军，卒年六十六。子传业常从父征伐，中路防节度使李伟者，资清节度使郑己从父兄也，使属徐州刺史。简中初，郑己卒，子纳叛，攻宋州，伪窃州自归，加兼御史大夫，封朝阳郡王，时封户二百，充朝御史。初，伪遣巡官崔臣入朝，且拜宰相。徐州不足独抗贼，得海夷为节度，可与成功。伪素与二州刺史有约，且不肯为贼首。臣先咨张毅，而卢杞怒不先白，故伪请中阁。即纳公徐刘玄佐与诸将即退之，即贼方张乃加委徐海一密观察使，使海密为贼首，不受命。委未有以取之，迁检校户部尚书，会居发备少监，监于过世，世人叫欢。委经居愧促，赠尚书左仆射，以为将高承宗代之。其弟旦显人也，耻居下，因约纳公徐为内应，并说藤江。PG 2043。狄季季职以文，卓季宜州刺史。赵旦入京师，以为赦不罪。刘墉卢龙节度使烹之次子，继母弟也。设书使有才武，好施爱士，能得人死力。使是朱涛常成君臣大分，才艺其凶。即烹得幽州，不三月并且死。雍氏汤业未尝离，辄以复命召祭。于莫州祭祀总军事，故得雍之让，以为瀛州刺史，有如不讳，许待己。久之，既自用其子为副大使，雍不能无恨，因请以所不为。天子数陇，悉发其兵千五百持归京师，无一族敢违令者。德宗甚宠之，拜秦州刺史，屯仆润。
军中不设音乐，士卒病亲存，问所欲不幸死，哭之。宪宗立方士罗令，则亦拥迎，妄言费力以动庸，命系之。辞曰：吾知党甚重，公无求我，曰大行子公发兵，吾不计。庸谢宋阙下，杀之。陆公好其君曰宝义，藩荣未赦，不敢入寇。常慨然有复和皇志，屡为朝廷言之，未见审。封内彭城郡公，疾病即是马求代，季孩卒于道，年49，赠尚书。右仆射是曰景，田弘正，字安道，父廷介，尚儒学，不乐军旅，与臣四为。从昆弟，是为平书丞，迁乐寿、清池、庶丞、河间四县令，以至称迁沧州刺史。李宝臣、朱涛与陈四不协，合兵为沧州。廷介固守连年，时虽竟无叛者。朝廷加其节，徙襄州。陈四道：辞襄，廷介摩索回染。即越戴笠，即廷介之政，召为节度副使。廷介至，让越曰：儿臣伯父续业，当守朝廷法度以保富贵，何苦与恒运为叛臣？自兵兴来，叛天子能完宗族者谁邪？而志不圈，何杀我？吾令我见田氏血污人刀也。遂称疾不出，越过谢之，杜门不纳，愤而卒。弘正又通兵法，善骑射，臣四爱之，以为必兴无宗，名之曰兴。季安时为衙内兵马使，同节度副使，封仪国公。季安 PG 2044。齿太瑞杀伐，弘正从容归切，军中赖之，悉然归众。季安内季初为临清镇将，欲因罪诛之。弘正阳必故，卧家不出，乃免。季安死，子怀建袭节度，召还就职。怀建伪证于家奴蒋士泽，挫志不平，众怒，贤曰：兵马是吾帅也。牙兵即一齐家迎之，弘正拒不纳，众华于门。弘正出，众败之，携骸府。弘正遁于的，度不免，即令于君曰：尔恕不以吾不孝，使主君今与公等约，能听命否？皆曰：为公命。因曰：吾欲守天子法，举六州板及请立于朝。苟天子未命，敢有请吾其节者死，杀人及掠人者死。皆曰：诺。遂到府，杀士则及之党十余人。于是屠魏博相魏被禅之地，及其入以县，不敢属辽属，而呆王官。先时诸将出屯，执妻子李明不得相往来。弘正悉除其进，听明通馈谢庆调。服完剑齿者，即日撤毁之。臣四时正请花县，弘正必不敢居，更就采访使唐皇听事。幽恒运蔡大惧，遣客捐说勾染，弘正皆惧遣之。宪宗美其臣召检校，工部尚书充魏博节度使，又遣司封郎中之至告裴度宣慰赖其军前150万名，六州民给付一年，
设箭求，存问高年，穷独废疾不能自存者。杜明变，据臣朝廷后裔，弘正不绝自失，乃身相劫纳，奉上一锦。父请杜变行其步，宣示天子恩诏。因令节度迁谋不依催欢奉表臣谢，且言天宝以来，山东傲壤，化为荣虚，官封世袭，行赏自出，国家函购，垂六十年。臣若甲天之灵，奉陛下臣算，即到阳太和，洗濯伪封，然后退归丘。元避贤者禄，死不恨。至诏包达，且赐金名，悉与种图。天子讨蔡，弘正遣子布以兵三千进战，数有功。李师道疑，其袭己，不敢显著蔡，故元祭师元王师的至诛焉。王承宗叛，赵弘正以全师压境，破其众南攻，承宗惧，归穷于弘正。弘正表诸朝，遂献德，第二周以谢，纳二子为侄。PG 2045。俄而李师道俱命，召弘正与宣武等五节度兵进讨。弘正字杨流渡河，据运四十里坚壁，师道大将刘务率精兵屯河东，斩杨谷。在豫在北，斩万余级，贼势促，务乃反兵，斩师到手。一弘正将取时有二州以县。初，务既平贼，大张引军中凡三日，设脚底细，引魏博使至廷以为欢，务须横攘必助其绝，座中皆旦勿勇。客有白弘正者，弘正曰：“运士疲于战，疮者未起，务当续王调伐，为士大夫兴，奈何取快木前邪？”吾奉诏按军，似务去救，今知其无能为也。继而召务为义臣军节度使，狼狈上道，时称之务之名。以公家弘正检校司徒，痛中书门下平章事。是岁来朝，对灵德殿、卷劳书等，引荐辽左将校二百余人，皆有班次进监。侍中时封户三百，擢其兄荣为太子宾客、东都留司。弘正数上表故请刘阙下，帝劳曰：“昨韩弘以及辞不救军，朕既从之，以今亲赴耳，我不应为。但为人乐清之政，似临卫清之威，为朕长臣，又安用辞？”弘正遂还。常欲遍山东城袭旧封，故西遣子信侍朝廷，帝皆擢人之，诸子满门，荣官当时。穆宗立、王承元以陈德军请帅，帝召弘正兼中书令为节度使。弘正以心与郑人战，有负兄怨，取卫兵两千自卫入其军。时天子赐钱一百万名，不时至，军有怨言，弘正倾家抚育，乃安人请留卫兵为纪纲，以持重心。杜之崔林令其丙举阙之。长庆元年七月，归卫卒于卫，是月军乱，并家属将吏三百余人皆遇害，年五十八。帝闻正道，册赠太尉，是曰忠敏。弘正幼孤，是荣盛景，军中常分曹袭射，弘正驻使连中，荣退，斥怒之，故当即安猜报时能自全。
即为军中推破容不。越曰：“尔竟不自会，取祸之道也。朝廷知其有爱，召拜乡周刺史，赐金子，不欲其乡远也。”弘正信忠孝，好功名，绮楼巨书万余卷，通《春秋左氏》PG 2046。与兵属讲论终日，客为者以功实力行于事，弘正之祸也。其判官刘茂复独免，是相戒曰：“世人亦是尽忠，欲无等性，敢干其家者，共杀之。”弘正子不群牧，不自敦礼，又讥物。弘正数临清，不知季安且为密白赋，请以众归朝。弘正其之，即得位，使部总清兵，王师诸蔡，以军力延寿，屯唐州。帝以部大臣子或有罪，且恼法，弘正请以董婉待，而士卒爱不愿留。帝乃止。凡十八战，破凌云栅，下偃城，以攻受御史忠臣。裴度清出官兵沱口，贼将董仲之矣。其兵掩急，不服其数百突出薄之，诸军既至，贼惊引骸。蔡平入为左金吾卫将军，见官常论事地前，同列将辉却之，不止曰：“使天子容直臣无清净。”弘正喜承德，以不为河阳节度使。父子同日受命。时韩弘与子公武义皆领节度，而天下以忠义多。田氏不所至，必沈荣江募战卒，宽复劝色，人皆安之。常庆初，喜金元。弘正遇害，魏博节度使李肃并不能军，公卿亦以魏强而振。若且魏人素得弘正，以不知贤而恃其官，可以成功。穆宗惧，赵部解虽拜检校工部尚书、魏博节度使，乘船以行，不好气，故辞不听，乃出季乐，与妻子宾客绝约，无不还矣。魏至魏三十里，险行被发，嚎哭而入，居恶室，平睫毛。凡将士老者，兄视之。陆奉月百万，一步入司门，又发家钱十余万名。班氏族以牙将使县城出麾下可任，乃委以精锐。时中人屡去战，而杜之溃饷不济，不折以六州租付给军，引兵三万进屯南，攻破贼二垒。于是朱克融据幽州，与王庭凑唇齿，和硕三镇就连横结傲自私，而县城蓄意志，因欲诚信，又为军交，但隔战会大雪，施寒凉乏，军中谤曰：“他日用兵团，粒米尽养朝廷。今”今 PG 2047。六州瓜肉与朕，计较死生，虽尚书及己肥国，为人何罪？现臣的奸因已摇乱，会有赵分部军和李光研究深州，兵怒不肯东，众遂溃，皆归县城，唯中军不动，不以中军还位。明日会诸将议事，众哗曰：“公能行和硕旧事，则生死从公，不然不可以战。”不度众且乱，叹曰：“公无诚矣。”即为书谢帝曰：“
臣观众义，忠且复国。臣无功，不敢忘死，愿速救元义。吾使忠臣义士涂炭于何硕，哭受其从事李时器，乃入至己言，引刀刺心曰：上以谢君父，下以事三军。言弃而绝。年38，赠尚书右仆射，谥曰孝。子今岁，宣宗时立瀛州刺史，坐以司凯义鞭马论死，宰相崔铉奏不死结于国，可待今岁。以劝忠烈，故贬为州司马。群会昌中立蔡州刺史，坐赃且抵死，兄赵闻之不识醋。宰相李德裕奏汉河间人尹刺，颍川人史玉作杀人当死，刺兄出，玉母魂亦关请待，因亦勿故，于时皆赦其死。于是武宗诏减死一等。穆宽后名立志，为神策大将军。开陈初，延州刺史王载师羌人之和，赵穆代之。累迁陆房节度使，在喜天平，三为武宁，亦为领武军，官至检校尚书左仆射。卒诸子皆有方面功，以忠义为当世所高。王承元者，陈宗弟也，有沈谋。年16，劝陈宗及引兵共讨李师道，陈宗少之不用，然军中往往直目之。陈宗死，谓发丧，大将谋取率他姓。参谋崔遂与朱孝济以祖母梁国夫人，李命陈元嗣。陈元气且败，不受。朱将劳请陈元曰：上使终贵人监军，何先请？监军至，又如命，乃谢曰：诸君不望王室以及孺子，苟有令，其从我乎？众曰：为所命。乃是是牙和之篇曰：左右不得称留后，是一官参佐，密表请率于朝。穆宗诏起居舍人伯奇宣慰，授陈元检校工部尚书一程。 PG 2048。 军节度使北镇以两河故时协右，陈元不纳，诸将皆悔其志，是哭于军。陈元令曰：诸君不欲我去，亦故善。虽然，隔天子诏，我获罪奈何？前李师道有诏赦死，欲举足息，诸将止服。遣他日乃共杀之。金军等信至我，吾与师道比，乃便拜诸将，诸将语塞。陈元即出家资进赐之，斩不从命者10倍，君乃定。于是建议大夫政坛宣慰，赐其军前100000名，设囚徒问孤独，废疾不能自存者素薄有差。陈元去政，左右剖弃必自随。陈元使空主无留入朝，坤帝拜刺史者4人，位于朝者40人。祖母入见，帝命众公李赖一等喜陈元陆房丹言节度，而喜凤翔。凤翔又冒金元的平少言显，吐番数入道。陈元据圣地为章，置守兵谦赵浩林千臣府辅左百甲周据，一时为鲁飘夺，至辽封相景。陈元版迭辽之人乃告安，以劳封其国公。太和初，祖母丧，诏曰：
五郡当横流时，枕定崩溃，公载史官。经理不幸，赠续遗家。后且给仪仗以葬。五年，喜结平卢，资清。使严禁未尝行两河，成员请归。有司由是演运诸政皆奉法。成员资人欲所至爱立。卒。年三十三，赠司徒。牛元义，赵州人，才果而谋。王承宗时以其计为强雄，与傅良弼二人观珠江。王廷凑叛，穆宗以元义在承德，明出廷凑。远胜自深州刺史擢为生计节度使，以协其军。廷凑怒，遣部将王位以锐兵攻元义，不胜，乃和诸克荣共为之。赵敬元义臣，德军节度使，以宣武兵五百进元，元义固守。长庆二年，赵赦廷凑罪，徙元义山南东道，以深州刺廷凑，使中人促元义南。廷凑恨之，以受诏，兵不解。招讨使裴度遗书翘让，克荣解而归，廷凑退舍。赵并加检校工部尚书，两月之。燕月，元义律。时于其貌为跳得，帝朝京师。廷凑入，尽杀元义清江臧平等。PG 2049百八十人。元义见言因赖问忧入，命众人扬在昌取其家，并迎田弘正丧。廷凑此以弘正病亡在所，元义家需秋遣。魏伯杰杜使使县城遣其弟入赵，四反说廷凑曰：“田公非得罪于赵。”师上贺席。元义去深州，乃诣孤江，合立其家。廷凑乃归弘正丧于京师。元义闻平等死，愤恚卒，西海所赐于朝，廷凑遂移其家。梁璧自安道，清河人，以设冠军中。初，迎之伯也，乐寿借范阳、承德间，美兵交，先薄二城，故常为巨屯。德宗已亡，五郡破诸韬公，皆立承德，故以梁璧守乐寿，李环守伯也。廷凑之叛，两贼交诱之，而坚壁为国固守。有诏以乐寿为左神策，行营拜梁璧为都知兵马使，还所领事立右神策，号兴州营，亦以还为都知兵马使，赐地京师，而以梁璧为宜州刺史。梁璧率众出，战立，乃得去。还引兵三千驱新州，廷凑邀之，还斩三百级，追者不敢前。天子以梁璧还中有状，乃更赐奴婢服马，召梁璧为左神策军将军。宝历初，擢下随营节度使。一时藩帐王命来者，璧长马乃遇梁璧至，皆直赴其部，求种欢怀。中横海节度使还擢内保义军节度使。王志兴讨李同节未克，而乌众应促，未还可共立功，请诸朝，乃授横海节度使。师所过报超，至屯，按军不进，遂深入朝，甚成贼势，请祭师，欲大调发。群臣亦还兵太重，且到仓井未决而地周平，环内溃不自安，
愿留京师，遂罢保义军。新州营更受下随右节度使促，还在义镇，至无可言者。然廷凑之乱，联军十五万无成功，贼风不可因而乐受，伯也孑然至中者累碎，耿其吞报义者以为难。晋宗室还图其事上之，使孝章字的人资修景赴县城，以战立愤，宾客用晚，强即见相金，孝章独退让如诸身，称道皆诗书魏伯杰 PG 2050。杜使李素月大将子弟及余军，孝章愿以文属职素其之，其事都督府参军，县城的魏迁侍曹参军。孝章见父数兼命，内非之臣奸，见曰：大河之北号富强，然而挺乱取的，天下只和硕若夷狄。然今大人身封侯，家父不资，非痛喜盖，节节世上，恐无种不炫或且至，因涕下沾巾，复粗武不敬听。文宗贤之卓孝章节度副使，累迁检校左散骑常侍，复御助理同节孝章切真县城稍淡其意，又劝出师讨同节自明，帝亦加之进检校。工部尚书及兵出，复斥孝章统之。入朝，劳与藩后，县城邑尚书求进，帝之非县城邑，特愿孝章勿发，故分相为禅儿受孝章节度使。未至，为人乱，复猝死于军。帝念使事祸而续孝章，故夺丧败右京无畏将军，喜节禄房，进检校户部尚书。久之，自兵宁以病盖骸，猝于行，年39，赠尚书右仆射。孝章本名唐，后改京名。县城地县中，字元贞，少为魏衙门将。田弘正讨其采，常为先锋，越30战，中流使，憨斗不解，由是著名。县城表为北州刺史，魏乱奔京师，加累检校又散骑常侍、陇州刺史。曾廷章喜客馆于外，容叠摩所寺。会昌中驻三元城，吐蕃英之术犯边，拜县中京元节度使，以不其亲。吐蕃遣使来请堕臣，且愿以长沙使者之人至塞上。县中使谢曰：前无未臣，尔犯我的，安得进无臣？尔之杀吾，使为父宜先取罪人谢我，将魔所不得。今与尔约前节度使，是宜治之。吐蕃情得而服，县中书金于皇，积民钱10万，粟百万斛，数人疑之。会党向羌内寇，又喜朔方，有诏持意复屯。县中辞曰：羌不得其心，故不自安。今即往，知无违背，斗意见，请徐行。许之，乃遗书与羌人，是要曰：羌人乃皆喜，奉九洞迎道。 PG 2051。大中初，突厥扰河东，抄曹米行甲，喜结阵五军。于是故率荒踏，使游一兵参戎有2马牛，
强取之，归执十一，容人怒。因心盗掠，县中廉俭，少所欲，常曰：“吾居何硕，去此三千里，乃乘五箭马，今守边，发无余缝，不患无马，何忍豪士哉？故所至莫不怀德。”累封北海县子、检校尚书左仆射、兼金吾大将军，以病自盖，改左龙武统军。卒年七十一，赠司空。PG 2052，卷第140列传第74。刘第五班王礼。刘晏，字士安，曹州南华人。玄宗封泰山，晏始八岁，显宋行在，弟其其幼，命宰相张说视之，说曰：“国瑞也。”即受太子正字。公卿邀请庞武，号神童，名正一时。天宝中，累调下令，为长都赋，而书无不齐。举贤良方正，补温令所至，有惠利可计，民皆刻石以传。在迁侍御史，陆山乱，必得襄阳。永望林属燕又直，故辞。遗书防棍，论封建与古意，金诸王。出生宫，一旦忘还，文公不可治。召拜杜之郎中，兼侍御史，领江淮租庸事。燕至吴郡而临反，乃与采访使李希言谋据。